各位，欢迎收看南区热血传承赛的赛事精华。那台南的南堡球场呢，从2011年开始，那秉着回馈的心呢，连续11年赞助台湾长春职业高尔夫球赛啊，这已经是连续第11年了。那另外在 TPGA 在 TOPGA 呢，其实南堡球场呢也都是有积极的来赞助各项赛事。回到场上，这是9月29号在台南南堡球场所进行的南区热血传承赛第一回合的赛事。这一组呢，包括卓一郎、陈振辉、张安邦以及陈庆耀。陈振辉在球道左边这边球位应该也不是很理想啊，因此没有能够打起来。就稍微推进一点点而已。那张安邦在左边的长草这边应该就比较平坦一点点，不过仍然是长草了。他有上到过岭，有上到过岭，只不过是比较左边。陈庆耀则是在球道的右边打上来，这个进攻角度也不错，但是可能稍微大了一点点了。然后陈振辉这边在打是他的第三杆，上来啊，最后距离还是差了一点点，没有能够上到果岭，所以这边在打第四杆。张安邦则是两杆上到果岭，就是他的 birdie putt。 至于陈庆耀这边也是拿推杆推进来。喂，怎么这样？停在洞口，只好再补一下。目前是高于标准杆两杆的成绩还不错。而卓一郎，哇，这个球跳了两下，因此力道也变得有点不太够啊，上来再补进。至于张安邦呢，是回推收 par， 哎，打洞然后又弹了出来，这个 par 没有能够收起来，吞下了 bogey。 而陈振辉呢，在这一洞哦，同样也是一个 bogey。另外在13洞这边打第二杆的是黄文华。头组谢锦柔，哦哦哦，这个球稍微滚过头一点点而已，还好。球到左边打上来的则是张振清，比较右边，所以这个球呢并没有能够上到果岭。黄华从果岭前缘这边推进来 for birdie， 清了。谢锦柔呢，在这洞打 par，
目前他是高于标准11杆，黄华同样也是一个帕推杆。那么张振清呢，在这一洞则是吞下了一个 bogey。十八洞的第二杆秦西峰从左边树林里面打出来，哎呦，这个球救的其实还不错了，虽然没有能够上到果岭，还好是没有进沙坑。再来则是施志健，也没上。吕崇彪的球艺也是蛮好的。好，上了果岭，可能稍微有点过头，不过还好了，待会儿从这边用推的就可以。陈念崇这个球出手好像就有点打到树枝了哦。当然，所以施志健呢，在果岭右边这边踢进来，哎，蛮漂亮的哦。好，再来是秦西峰，很不错哦，很不错哇！这些长春选手呢，他们在果岭旁边的这些短切球的处理的功夫啊，都是蛮好的。那陈建成这个球位是不好了哦，在后面呢。有点坡度在。好，那么陈建成呢，这边也是顺利的补进，目前是高于标准六杆，秦西峰一切一推 ，OK， 这种打par，正二的成绩维持的也是相当不错。实践也是一个par。好，再来看到这一组呢，是徐春生、周红魔、贾顺应以及。杜锦峰，哎，这个球精彩，这个球精彩。同样也是相当精准，上到果岭哦，不是有机会。沙坑里面，周红魔切第三杆上来，哎呦，没有上哎，距离有点远的一个沙坑球，所以并不容易处理。徐春生呢，则是在果岭后方回切。不要过头，不要过头，不要过那个坡！哎呀，滚下去，有点滚下去了啊，一点点而已啊，是还好。那周红魔则是在果岭前还要再切一次，连续两杆的切球处理都不是很理想。哎呦，徐春生这个 par save 漂亮。周魔在外面切了两下，因此在这边只能推 bogey。bogey 也没进，吞下了 double。直推就好了。那同组另外两名球员就是有机会可以抓 birdie。首先看到这边 ，OK，
傅鼎峰抓下这一支 birdie， 两杆的。傅老师，傅老师，傅老师。